那是霰弹刀还是很强的吧？不觉得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推太快了？ 对，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这么觉得推太快了？我都没 A 兵，他疯狂狂狂的。我都没 A 兵，他疯狂狂狂的。我又上中野又裂死了，没关系，小裂不算。等我 C， 我 C， 放心。那不是等又要等我出手的。 不会出手的。摇头辅助大天宫还行吧。 小丑辅助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抢小丑辅助，但是小丑辅助至少没送，他比我上把那个波比好，我上把那个波比直接开送。晚上也零杠二了。 还行，对面下路也在送，但我觉得对面下路只会送这一波，他第二波可能就不送了。这个要越没道理了，我操，这好像有道理了。算了算了，他应该越的难度有点大，很困难，想越他。 不见，但我下路还中，我下路视野演的挺好的，因为还可以啊，下路换血能接受啊。下来了，我有意的话，我应该不会死。 还四级啊！这小子干嘛？7分钟四级。哎嘿！有小走位，还要打。 那是杀完。
两脚闪了呀！我操！不是，这还有个盒子啊！不是给哥们吓的。 W， 不舍得交这个 W。舍利下版本还被推五点。 说一吗？一不点，不是这不一点，我还是不一点，不行不行。好，完了，扭了一下。 没有保护有点难受啊，点个眼吧，害怕。OK， 报仇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兄弟我来了，能坚持吗？坚持不了，我能帮你报仇吗？ 不知道能不能帮你报仇，我试一下。我操，好像不是他，好像叫E，我可能死了。他如果有E的话，小身板太酷。 哦哟！感觉不对劲。我看到那个小丑跟，我看到那个 EZ 往上走了一点点，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。 对他走了一点点，就是有点想打的那种感觉。给我打去啊！你让我一个 ADC 过去峡谷前锋干嘛？怎么办？只能往前走了。 打野，打野露头了才好，跟打野一起动是最好的。就中线推完之后，这边有蛮多人，还在试探，我也留不住他，有意这个距离有意留不住他。 哈哈，还是假的。好的。Nice，好开 ，Nice。 然后 Q 还能穿墙了，能不能加血我还真不知道。
还在互相点来点去啊，点个没完了一把游戏。不行啊，这感觉怎么打团好像差很多哎，是我的错觉吗？为什么感觉打团好像差很多？等尼可开，但这个 EZ 不好骗。快了，被打出来了。上路线很差，妮可得去接线我能去打小龙吗？我不好去小龙啊。哦哟，好像可以啊，那好像能，反正现在能去的。就刚刚有点感觉不好去小龙。哎呀，开始以假乱真了。哎，他没有追过来。啊，你说，哎，没事，我感觉他会追过来的。对，我当时是真觉得他会追过来的。这个大招空的好尴尬呀，这个大招空的巨尬尬中之尬，很难想象这个大招。那是西兰刀还很强的版本。他叫 W 了。差点死了，想着逮我呀，那个位置我也感觉是想 Q 我的。可以点了，终于点路，下一把。